海爷们纳福了。哪里来的？我找太太的陪房中瑞大爷，烦哪位大爷替我请他老出来。你远远的在那墙角那等着，一会儿他们家就有人出来了啊。真傻，不要误了他的事，何苦耍他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周大爷已往南边去了，他们奶奶就在后边住，你到后街上去问就是了。谢谢太爷。论理，人来可只回话，却不与我相干。皆因你原是太太的亲戚，又拿我当个人儿，投奔了我来，我就破个例，给你通个信儿去。但只一件，姥姥还有所不知，我们这儿不比五年前了。如今呢，太太竟不大管事儿，都是莲二奶奶管家了。二奶奶，就太太的内侄女，小名叫凤哥的。原来是她，她今年才大不过20岁呢，就有这么大本事，就当这么大家。哎呦，这可真难得呀！我的姥姥，告诉不得你呢。这位凤姑娘，年纪虽小，心事儿却比世人都大呢，少说也得有10000个心眼子。再要赌口齿，10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不过他呀。回头您见了就信了，就只一见，但下人未免太严了些。姥姥这边走，今儿宁可不会太太，也要见她一面，才不枉来这一遭。那就麻烦周嫂子您了。